这怕有点多了，刚才应该不会多吧？没事，真的多，不是有一点，是真的多。你就上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嗨，各位，来贵州怎么能不吃烙锅呢？今天我在的这条街，我给你们看一眼。你们看这一片，然后包括那边过去还有好多好多，全部都是吃的。不过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烙锅，别的东西下次有机会再来打卡吧。啊妈呀，我找了好久，总算被我找到了。营业了吗？营业了。一位。那我缓缓，我现在整个人都特别的累。先来看一看这家菜单。哎呀，我刚才点的这些全都没录进去，我天。再来个这个，然后来肉的话，肥肠酥肉。好了。美女，请。我一位。这怕有点多了，刚才。应该不会多吧？没事。真的多不是有一点，是真的多。你就上吧。这菜基本上是满满一大锅里。嗯，你就上吧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哇，这滋滋作响的声音真的是太治愈了。哇，给你们看一眼，就满满一大盆，真的是满满一大盆。来吧，按照刚才那个店员小姐姐教我的，先把这个搅匀。它这个里面就是葱花、折耳根，还有一个辣椒粉。再来尝一个臭豆腐，好嫩啊，真的好嫩。加点这个酱进去，它这个豆腐的外皮真的焦焦的，然后里面还巨嫩巨嫩。拿一个韭菜鸡蛋。这个鸡蛋有点老了，但是还是很好吃。然后来吃这个羊角辣锅，真的好粉。你们就说这个土豆怎么可能不好吃？特别的糯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炸的菌菇。嗯。来一个五花肉。这个五花肉它是提前炒制过的，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都已经全都被煸出去了，所以吃起来就一点都不油，一点都不腻。来一口肥肠，他们这个肥肠竟然是这种切丝的。哇，这个肥肠内脏女孩真的爱了。其实讲真的，现在我这一锅里面具体哪些是什么东西我都已经说不上来名字了。比如说这是啥，应该是一个脆皮米豆腐吧。嗯，来一口鸡皮。好香，这个应该是个绝发。嗯，非常的 Q 弹。来一个他们家的招牌牛肉。牛肉好嫩。答应我烙锅一定要加西葫芦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还点了一碗炒饭，这个叫什么年菜脆笋炒饭。我感觉其实就是酸菜脆哨炒饭。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土豆泥煎的，这层皮真的是属于精华灵魂。又脆又糯，就是有点烫。一口臭豆腐盖饭，拿这个土豆泥来拌一个饭具。哇，这一口绝了。最后还剩这一些，给它再炒一炒，然后直接来拌饭了。哇，这一碗盖码饭绝了。这一碗米饭满的我都已经没有地方下手了，最后加点灵魂酱汁。路上买的西瓜冰浆解暑又解腻。
定。好了，各位呢，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。这个烙锅真的好好吃，好香。今日份小北204，真心觉得说大家来贵州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贵州的烙锅，而且一锅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，就很满足。OK，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。大家如果喜欢小兰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今天和闺蜜约了一起吃火锅，来吧，你自己扫码吧，想吃啥就点啥。今天楠姐请客，像他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必点的，要不要来两个？可以啊，来两个老妈蹄花，然后再来两个火锅大虾，然后扒肋条也来个，来个八秒水爆肚，鸡爪也来一份哦。好呀，你再来一点甜品吧。Later， 哇，给你们看一眼这个锅，我们两个作死的点了个全辣锅，这个锅底瞬间感觉屁股疼啊。哇，给大家看一眼，我们两个一个没忍住又点了这满满一大桌。咱就说跟闺蜜在一起还减什么肥呢，趁煮的时候我们先来吃一个肉松油条。哇，这油条好脆呀，它这个上面还加了好多肉松海苔，口感就非常的丰富。再来吃一个小吃，这个应该是炸的那个鸡软骨鸡脆骨。哇，它这个辣椒面好辣，但是好好吃，这个鸡软骨炸得好脆。再来一个烤苕皮，还是头一次在火锅店里面能吃到烤苕皮的。这个烤苕皮的口感非常的软糯筋道。下猪蹄，下鸡爪。哇哦！来吃一个卤蹄花，哇，这已经煮得特别的趴了，看着糯叽叽的感觉。哇，这个猪蹄好趴，就它已经趴到糯到什么地步了，就是我里面的骨头都可以轻松咬碎。嗯，而且这个猪蹄它是先煮后卤，非常的入味。来吃一个扒肋条。嗯，这个肋条虽然都是属于瘦肉的部位，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柴，好嫩啊。到嘴巴里面根本不用咬，直接化了。来喝一个白桃乌龙拿铁，杭州今天30多度的天把我热的呀。嗯，好好喝，它的白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，而且不会很甜。来一个扒鸡爪，你们发现没有，我吃火锅真的好喜欢吃这种扒鸡爪。嗯，像四川男人的耳朵一样扒。下一个鱿鱼花，来一个鱿鱼花，特别有嚼劲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汁儿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锅底还是挺正宗的，跟我在重庆吃到的味道差不多。来一口肥肠，嗯，肥肠也得试一试。好的，好糯，好好吃。来尝一个腰花，好嫩，好好吃。我给你煮个腰片。也不是个火鸡块，它可嫩可嫩了。来蘸一个配腰花的干碟。嗯，太满足了。来吃一个这个鸡蛋饼，这是可以直接吃的是不？可以煮的啊，要煮的啊。我以为这是鸡蛋饼还是苕皮啊？它是里面有苕皮、鸡蛋和。哦，行，先下一个。我本来以为这个还可以直接吃的呢。来尝一个苕皮鸡蛋饼。非常神奇的口感，滑滑的、嫩嫩的，还糯糯的。来一个自制的芋头串，好趴好糯。这个芋头我真的是爱了爱了。来吃个甜品，上面还有大颗的桑葚。它这个芋圆口感非常的 Q 弹，哇，这个沙冰酸酸甜甜的，巨解渴。再来吃一个冰豆花，哇，它这个豆花下面竟然还有冰沙耶，好冰牙，但是好好吃啊，真的好好吃，它这个豆花好嫩好嫩。来吃一个豆干，这个豆干我之前在重庆吃过，真的巨好吃，非常 Q 弹。
杨枝甘露的一个冰沙，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底下的料，好足啊！芒果味好浓郁啊！我觉得他们家的甜品真的是最棒，我感觉比火锅都要好吃。再来一个冰豆花大满贯，这一口下去，有芋圆，有爆爆珠，有红豆，还有豆花，还有冰沙，太满足了，口感超丰富。然后来吃他们家这个菠萝冰沙，看到没有，里面是真的有菠萝果肉的。你尝一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好好吃，酸甜，它虽然是菠萝，但是它不会很酸。然后接下来来下这个火锅大虾，哇，这一把虾撸起来真的不要太爽哦。哇，这样子吃虾真的太爽了，没有男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吃虾不剥壳的待遇。接下来来搞这个八秒水爆肚，哇，这一盘喜欢毛肚跟麻酱的真的会疯掉。每一根毛肚上面都裹满了麻酱，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郁。最后再来一碗蛋炒饭，吃火锅不吃蛋炒饭就像吃炸鸡没有可乐，喝奶茶没有加糖，都是没的灵魂的。这个蛋炒饭炒的好香啊，而且它里面还加了特别多的小料，口感非常的丰富，还有豆芽脆脆的。哇，来一个流心蛋，来一个苕皮包饭，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火锅就吃到这了。虽然吃的满头大汗，但是真的是好爽，非常的巴适。OK， 今天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